情盛典，基隆居乐社一组祝寿排场，今晚在基隆海洋广场登场，除有北管精彩演出，北管音乐无论在中原祭、庙会祭典、民俗活动、长民生活都是重要元素。这个活动我觉得还不错，就是还蛮有那个基隆的文化风情的，觉得还蛮不错的，可以就是没事的话可以来这边走走看看。百年传承不错，更是珍贵文化资产，更在2019年列为无形文化资产。我想哈，今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啊，也是我们基隆在地文化传承一个非常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。离咱108年的时阵我们居乐社一社被登记为是我们基隆市的无形文化资产，所以这代表着咱市政府希望透过这个文化的这个保存，把这样子的一个基隆传统的文化能够代代的相传，祈勉大家把城市文化灵魂代代相传。公民记者蔡念成，基隆采访报道。